后卫跟前面线之间这个区域能拿住球，能控住球，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。嗯，嚯，左维停，转身打门，哦、漂亮，球进了。这世界级的，这真是世界级的前锋，哎、这完全是这哥俩呀、啊，叫门将直接的一个呼应。对、两人拨通了手提电话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。这还是个岳阳的长途，好像。2-0了，27分钟。这个洛夫跟铁牛这两个人啊，在锋线上，今天是把这个大阪樱花全部给搅乱了。后防线是根本是对这两个人对抗上，完全是处在下风。大阪樱花主裁判是示意洛夫要赶紧回去。这上来门将一个大脚，嗯，中途没有人碰到。你看这两个这几个人扛不住啊。射手，这球停得舒服，停得太漂亮，护住，转身打门，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射手。对，但你看这个时候，阿罗伊西奥这个铁牛的位置是把另外一个后卫死死的扛在身后。嗯，